家好，我是 Generation T 2017年的入选者，菲律宾光能创办人周俊贤。今天在 Enter World of Innovation 讲座中，我获得非常多的 AI 技术以及产业经验。那也谢谢主办单位邀请我来分享如何让再生能源能够 implement 到 AI 的世界里面。